哎，以安心旅游，我们整个的由中部守护台湾观光开始哦。来，接口罩。安心旅游，中部守护台湾观光，安心旅游正式开始喽。好的，当然也是我们一次啊，是可以让他们的时间更长，然后更喜欢。所以桥上就不拍照，就直接桥上没有。